女友决定要分手，先斩后奏，让型男傻眼。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，她是跟我分手都不跟我说。哦，这样不错了哟，连个简讯都没有。没有，想说还是打个电话跟她聊聊嘛。她说不用聊啊，不是已经分手吗？真的分了？分了。哦，电话挂掉以后去买鞭炮来放。我当然有。自己还是有点偷偷的开心吧。您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